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要来示范的是做一个这个叶子的形状的一个吊坠。那它可以用在譬如说做成耳环啊，还是说项链啊之类的。好，这上面呢会用到就是一个还蛮基本的绕线的方法。好，那这个叶子的骨架呢，就是基本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哈。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从这个叶子中间的这个地方开始，好，然后做出你的叶子的形状之后，再回到上面，好，变成它的那个做一个挂圈的部分。那第二种方式呢，就是我们从上面挂圈的这个部分呢往下来做，然后再做到叶子的形状，好，最后在这里会收尾。好，那这个的收尾就是也是这样子，就直接把它折在两根线的中间。好，那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，就是看你要哪一种方法做起来顺手。好，或者是说你这个叶子的中间会有什么样子的设计，就选择适合的方法。那我想要今天想要选用的是这个第二种的这个方法来做。好，那设定好我们要做的这个图案了以后，我们要怎么决定说这个线的长度要取多少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画一个你想要的东西的大小。好，那我现在画好了这个叶子的大小以后，然后呢你就拿一条线什么线都可以齁。那我这个是一根就是剪下来的这个铜线齁。那上面的部分我们就先预留一段，这个可以留长一点齁，因为细的线量出来的长度跟用粗的线量出来会有一点不一样。那因为我拿这个是细的线，所以我可以多留一些齁，这个上面做挂圈的部分的线。然后呢我就沿着我的这个图案齁，做到叶尖的部分，然后再把它沿着这个叶子的图案直接就这样子绕一圈。你可以绕的比你的图案大，不要绕的比你的图案小齁。绕的大，你的线留的多，太多可以剪掉。但是你如果绕的小，那就没有办法太多剪掉哈。那到这个线尾的部分要收尾，基本上至少要这么长。那如果怕不保险的话，就再多留长一点哈。我们再多留这样子，这样子的长度呢，基本上应该就足够我做一个这个图上的叶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量一下这段线呢有多长，好。那它大概有 16.5 公分，大概有 16.5 公分。好，那所以这样子呢，我就可以取一段大概 16.5 公分的线来开始做我的叶子的这个骨架的部分。好，那今天我要示范的这个叶子呢，我会用这个20G 的线哈来做它的这个骨架哈。那我们拉出刚刚说大概16.5 公分的长度。好，那如果说为了保险起见呢，再多拉一点线出来哈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就直接取个18公分好了。好，那这个线取下来之前呢，我们要把它拉直啊，先拉直。再把它剪下来，或者是先剪下来再拉直都可以。那把线拉直的方法呢，好，可以用这个你一块譬如说这个是眼镜布，还是比较厚的布哈，就是不要去伤害到它的表面都可以哈，这样子把它拉直。或者是你也可以用这种这个尼龙钳，好，那它这个直接就可以夹着线，把它这样子，这个叫做整线，你把你的线整平了，后续呢你要做任何的形状呢才会好做，做出来也才会漂亮。
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线可以剪下来了。好，要记得剪的要比你原本预期你想要的多，不要少。好，那这个线折下来了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从这个头的部分要开始做。那这个挂圈的部分呢，其实我们可以最后再做，那我们就先留一个足够的长度。好，这个长度是足够做一个挂圈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这个下面的形状的部分。好，那下面这个呢，你可以直接照着你的直接用手做，或者是就用这个图。一开始我们还不太确定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个自己画好的图，然后来量好你的这个大小，然后再去做出这个你要的形状。那这个弧形呢，叶子的弧形，如果你的线前面没有先把它拉直的话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你这个弧线就会非常的不平整了。好，那这个弧线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徒手去凹它。那你看你要凹到一个什么样的形状，或者是你有的人会这样子用这个图片直接在这个图形上面去塑形，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可以确保你做的这个形状呢不会离原本的设计差得太远。好，只是你看我们在纸上按着纸做的话会有一个问题，这个线它是有一点点它的这个弹性，这不叫弹性，就是线它本身呢会有点要弯回它，就是会跳回它原本的形状，所以你就要一直去压着它。好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方法。好，那接下来看这个线是不是比我们原本预期的部分要多了蛮多。这一节都是多出来的部分。好，这样子大概的形状。那我的做法是，我确定了一个大概的形状的话，我就会把它拿起来，所以做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不会跟你的设计图长得一模一样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纸上完全的把这个线塑好它的形状，因为这个线它不是软线，软线的话铜线它有分就是它的软硬度，那这个一般我使用的这个线它并不是软线，软线的话就是你怎么弯它它马上就变形了，那这个不是。一般我们用的这种，这个叫做 craft wire， 它这个线的话，它的软硬程度大概是介于软线跟半硬线的中间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大约形状是对了哈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绕线了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叶子的整个形状做好，那多余的部分呢就把它修剪掉，像这样子它比我们原本预期的部分多太多的部分，我们就稍微把它修剪掉以后，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转折的地方把它稍微的扭转一下，让它变成跟这个叶子呈现一个90度的角度左右的时候，那把这一个线段把它
穿进这个洞里，这样子把它穿进去。好，穿进去以后，然后再稍微修整一下我们这个叶子的形状。复了我们原本的形状，预期的形状以后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绕线了。好，那因为它现在变成是一个封闭的形状，所以呢，你需要先把要绕的线段就要先剪下来了，然后留在一个没有后面的地方，就是整个是线。后面不能接着任何的这个东西，因为会穿不过去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绕线了。好，那从这个尖端的部分开始绕，前面呢可以预留一些长度哈，然后就开始绕。线在留得很长的时候，就不是很好操作。每一次呢，你拉线的时候就要注意，不要太用力的去整那个细线的部分，因为你太用力一直去整这个线，它久了那个线会变得越来越硬。小段，我们把它推上去一点，尽量推到这个尖端的部分，然后再继续。做出来的东西才会好看。到这边呢，差不多我觉得可以过来中间了哈。那现在我们是跨在这个中间线的上面，好，那它要呈现一个八字形的形状哈，把它绕过去。可以再多绕一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这个线是在上面，好，我们就要从另外一条线的下面进去，它才会呈现是一个，就
就是这个绕法是这样子的哈，我们就从下面再上去，好，然后近点看，从外面这条线的下面，再把它上往上。这个中间的部分把它推上去一点，好，然后再从上面把它穿进去，好，那这个绕几圈呢，其实没有一定，因为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叶子的形状，好，那叶子就不需要很对称啦。如果说你今天绕的呢是一个那个坠子的坠头，好，那你左右绕的圈数最好就要有对称，这样做起来才会比较漂亮。好，那这个叶子的话就没有一定要对称啦。好，那我现在是在这个线的上面，我要从中间的这条线的下面进去哈。然后再把它往上绕。中间这条线呢，因为它后面是开放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后面这里绕，会比较好处理。好，一样每一圈呢就把它绕紧，那看你要绕几圈都可以。好，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准备要回到最上面这条线了，那现在呢，这个绕线是在中间这条线的下面，所以我就要把这条线从这条线的上面绕过去。先这样子，从上面过去。就继续绕，那前面的部分呢，我们把它推进一点。现在要从中间这条线的上面Yeah.
现在呢，它在就要再从这条线的下面再出来。就是这样子，一直重复下去，一直做到后面。